1分22秒的视频，在多伦多的108个小时，在一起的第四年，我带你回到第一次我们见面的地方，去吃我们吃过的饭店，去走我们走过的路。还记得那晚在唐人街，我接上你去吃晚餐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还记得我说要不要激动一下的问题，还记得吃完饭在车里看着夜景，放着一首《左半边翅膀》，后来我收获了一个爱笑的你。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就这么一下子过了4年，一起走过了很多的路，一起看到了很多的美景。人生还有很多个纪念日，我希望你一直都在。